你看，这是一朵残花，我觉得它成了残花之后反而更美丽，中间这撮红晕啊，简直就是美翻了。这个品种就是六翼天使，它是禾本纯子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，直立性很强，你看一下，刺儿也非常少。你会不会觉得它的单花花期很短呢？就是它的花瓣好像没有那么鼓，但其实不是，它在大波浪边烫头，单花花期非常的长。你看一下，它是一个有变色特性，初开的时候颜色很淡，甚至有些开成米色调，甚至有些花有光照差的可能会开成纯白，到后期太阳晒过之后呢，就会出现这种晒红，就它的颜色呢会有变化，这个变化的过程呢就很长，它就造就了一个单花花期很长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花就是在夏季的时候能开十几天的一个时间，而且花朵特别大，它的香味就更不用说了，唉，非常甜美的果香，让人无法抗拒的香，唉，让人无法抗拒的颜。总之呢，就是种了之后开花那一刻你就知道我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记住，它叫六翼天使。灰灰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